你就是甜蜜吧，进去吧。你好像是等了有一段时间了啊。啊。这样，咱们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什么时候给我消息呢？是这样啊，我们约的是4点钟，你提前了整整1个小时，啊，这太浪费时间了。太没有时间观念了，我们公司对时间观念是相当的严格，也相当的重视的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到咱们这儿来，不太能把握路上多长时间的路程，所以我就早一点到了。我想我早一点到，别让您等着，浪费您的时间。所以，当然了，您说的也对，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不对的。 2000元现金大奖，超级变态辣烤鸡翅，但凡能吃完的，就能得到我们的先金大奖了。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积极来参与到我们当中。哎，还有谁来参加？继续排队。还有我。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也想试试。哎，欢迎来，请就坐。我们的挑战规则是，在10分钟之内吃完2对超级变态辣烤鸡翅，期间不能喝水。 挑战成功者将获得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，极限挑战超级变态辣烤鸡翅。凡成功在本店吃完2对超级变态辣烤鸡翅的，将能得到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。大家踊跃参与。 看我们现场2位女士，哎呀，这个时候只剩下我们1位女士了，她究竟能完成任务吗？突然坠落，再来点掌声鼓励一下。 还剩5分钟，极限挑战，超级变态辣烤鸡翅将获得我们2000元的现金大奖。点亮温暖的围裙。哎呀，这位女士。 是我们最后最想活动以来第一个完成挑战成功的人，大家掌声鼓励啊！您是要现金还是怎么样？现金。我现在可以喝水了吧？可以。 回来了，给，我挣的2000块钱。怎么就能挣2000块钱呢？我今天在外边挣的呀。哪儿挣的？你要知道的这么清楚吗？不信，凭什么你一女的出去趟回来拿回2000块钱，我还不能问了是怎么着？哎，等会儿。 长生，你是对女的有偏见还是怎么着？凭什么一女的不能出去挣2000块钱回来呢？是不是你男的出去一天挣2000块钱回来，你就觉得合理合法了？不是，女的出去挣2000块钱回来就不合理不合法了？算我用词不当行了吧？你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啊！我没有歧视你啊，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哪来2000块钱吧？我问问总可以吧？你问可以，我也可以不告诉你吧？你管我怎么挣的，反正我告诉你。
合理、合法、合道德就行了。我今天你没事别找我啊，别来烦我。挣2000块钱回来累成这还不能认，什么情况？起来起来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哥，再起起来，我不起起起起来，疼死我了！坚持坚持坚持！醒醒啊！把粥喝了。谢谢。太难受了，现在不想吃。活该啊！这儿多危险吗？你差点吃出那胃穿孔来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商家太可恶了。您花了2400啊，遭多少罪啊？还搭你这400啊？说的对，就是得不偿失，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来。自己看看吧，啊，这得亏啊是我在家，这我不在家，你人就没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，谢谢，你把那400写在黑板上，记着，我到时候还你。叔叔阿姨，经过我们公司评估过，这房子卖120万太可惜了。我个人建议啊，如果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呢，咱们稍微再等2个月。我估计到那时候150万都不成问题啊！不等了，不等了，120就120。行，那听您的。正好呢，前几天有几位客户也是来看房子，也是挺有意愿的。这要是听到您说120万肯出手，我估计啊，都得挣破头。阿姨，慢走啊！哎，好，回见啊！120万就120万吧，加上我们的30万存款，也有150万了。你家具啊，也应该处理掉，总不能带到宁城去吧？你说对吗？嗯，处理掉。嗯。哥。那个叫长盛那个底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嗯，你听一下啊，那个他原先在一家金融行业工作，后来辞职，另外他现在担任一项社会职务，在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担任秘书长，他名下有一辆车。哎哎哎，不不，在什么地方当秘书长？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。对，债务委员会啊，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单位？不知道，听这名是当同行应该是傻呀，干咱这行的谁敢挂招牌？对呀，这得探探底里。哟，这么努力啊，还做功课呢？我今天有2个面试，我把这些东西给捋一捋。那个，我善意的提醒一句啊，面试呢是可以的，但是你现在属于呢得脚踏实地，你现阶段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，咱别挑三拣四的，能有工作呀先接上就行啊。人不可能呢一下坐上火箭，至少啊先坐上拖拉机。你坐上拖拉机了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有点在家无所事事的感觉啊？我跟你啊
不一样，我是已经做过拖拉机的人了啊。你看啊，即便是我是两年不工作呢，我也饿不死。其次呢，我这也不用给人还债呀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这种啊，属于高端人才，我属于猎头公司帮我找工作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认识猎头公司的人？认识啊。哎，那你要是认识猎头公司的人的话，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？你就别想了，你就根本到不了人家那个猎头公司那条件那儿，你去就让人退回来，明白吗？像我这种啊，年薪20万起的呀，我找猎头公司推荐，哎，我不是挤的你啊，你属于没有工作经验，你得从头做起，你明白吗？男的吧，吃多了吧，脑子就不好使。我说的是，我想去猎头公司应聘，去他们公司应聘。哦。你是说你想去那个找工作的单位去找工作去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是人力资源，人力资源管理跟他们应该是对口啊。嗯，你还别说，你们女的吧，不吃饱了头脑还就是挺清醒的。嗯，所以田女士，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把优质的人才进行更好的配置，而不是管理。对不起啊，我真是太冒昧了，我以为猎头公司也是需要人力资源的，所以就联系了您。因为我想着还是找一个专业对口的，因为大学毕竟学的是这个嘛。其实我们现在呢，更看重的是人脉的关系。打个比方啊，你看，你有了人脉，才能有这个优质的公司、企业，那么就要对等的有这个高端人才的输出，所以是缺一不可。所以田女士，您在这两方面任何一方面有这个资源，我们都可以考虑。我其实以前是有一些资源的，但是家里不是出了一点事儿吗？有些朋友，不太联系了，也不方便联系，所以就，不，没关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谢谢您今天能过来。现在没事儿，田女士，恕我直言啊，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块呢，其实现在在市场上呢，不是特别好找工作。因为你看，像我公司人力资源管理，他还兼着财务；我老婆那边他还兼着法务，所以说现在如果是真的一个好的人力资源管理，那真得十八般武艺，样样都精通。这份资料您拿好，然后你要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好的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喂，林梦，怎么了？哎，甜甜，我说你最近干嘛去了？你这微信运动步数天天都是2万步啊？哪有啊，只有偶尔一两天，其实平均也就一天10000多步吧。那个，你看今天就没走多少，我这不是这两天天天面试吗？你面试你也不用每天2万步啊，你爬楼啊？我这不是，哎，没坐车，我就走路的。走着？甜甜，你不会现在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了吧？行行行，现在别说了，我微信转给你账啊。你别那么冲动，我有钱，我就是想多走一走，我觉得走路挺好的。你面试有没有什么结果？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告诉你。没事儿，你先别太着急，肯定会有合适的工作的。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议题内容是为甜蜜找工作。甜蜜啊，找工作不太顺利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他找不到工作就赚不到钱，赚不到钱就还不了我们钱。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开个会，讨论讨论，研究研究，群策群力，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啊，看看能不能咱们这个小区，咱们熟人也多，是不是？想想看看有没有亲戚啊、朋友啊，在哪个公司当头当老总什么的，给甜蜜赶紧找个工作。哎，6号楼的老郑啊，他儿子好像是个老总。哦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小区3号楼的老董啊，他退休之前好像在什么局啊当大局长，兴许他有路子嘞。哎，老林啊，你上次跟我说你儿子的那家公司上市了啊？哎，我儿子的公司啊是上市了。可是我儿子不是领导，他说不上话呀。
啊。谁呀？对对。哦，各位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妈，大家好。不是，哎，你干嘛来了？我是听说啊，今天咱们这儿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，跟我的利益呢息息相关，所以呢，我就赶紧赶过来参加了。啊，那个大家没事先发言，我坐下听，然后我再发表我的意见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等，先别坐起来。你是谁呀？我们这么重要的会议，不是什么陌生人一进来想参加就参加的。你给我出去！哎，阿姨，您这是怎么说话了？我可不是陌生人，您可不能这么说话。哎，我就这么说话了，这是我地盘，给我出去！哎，我走走走走，对，哎呀，阿姨，啊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，我出去的，你出不出去？哎，是。哎呀，人，别看了，这样，咱俩坐着聊会儿，好不好？来。您坐啊！哎，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？这债务委员会怎么回事啊？你跟踪我是不是？你替田蜜出的头对吧？那如果要田蜜跑了或者有什么事儿，他那笔账我得算你头上。哎，我得保证你的安全。行，我也不怕告诉你啊，这里面人都是田蜜的债主，这叫债务委员会，跟你这个要债不一样啊，人家是光明正大的，好不好？全是田蜜的债主啊！田蜜欠了他们多少钱啊？内部机密，不能告诉你。还内部机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是田蜜的债主，我有知情权。我们还有纪律呢，我不能告诉你。行，你有纪律，可以啊。我找田蜜问。哎，咱有协议啊，你可签好了字了，不得随便骚扰田蜜女士你的家人跟朋友。可以，我可以不骚扰你，但是我必须要加入这个债务委员会。这债委会他不是说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，他得得到批准。谁批准？全体债权人集体投票超过半数以上才能够批准。行，没问题。这交会费的啊，没问题。这债委会有严格的制度管理。服从，坚决服从。各位叔叔阿姨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万百千万先生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妈，大家好。鄙人是万信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鄙人姓万，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万，万百千啊。这个万先生啊，得知我们这个债务委员会的存在，非常的激动，执意呢非要加入我们，希望能够成为咱们债务委员会的一员。正好今天呢，趁各位叔叔阿姨都在，咱们就加一个议程，讨论一下这个万先生的申请怎么样。田蜜欠你多少钱？不多不多，200多万。啊！哎呦，那200万，这可真不是小数啊！你也借给刘德恩钱了？我跟各位一样，都是被这孙子给坑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刘德恩是从我们阳光里小区走出去的孩子，那我们在座的都算是刘德恩的叔伯阿姨。你张嘴就是孙子，你骂谁呢？哎呦，阿姨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口误，口误。以后说话小心点。小心。根据咱们债委会的章程啊，凡是借给刘德恩钱的，才有资格加入咱们债务委员会。这一点，万先生倒是符合了。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，我是同意他的申请了，就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的意见怎么样啊？够条件。就让加入呗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哎，我不同意啊！我不同意。哦，我们这是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，那你虽然是债主，可是你不是这小区的人呢。啊，那你说刘德恩在外头借了那么多钱，你说所有人都来参加，那成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了呢？所以你没资格。哦，是这样，刚才我没有介绍清楚自己，鄙人呢是做接待生意的，追债。哎，这个我可不吹牛，这是我的本行，我是专家级别的。其实啊，我之所以想加入咱们债务委员会，最主要的是为了大家，我主要是为了把大家的债务
尽快的追回来。没理由。是啊，你说要只是长盛，那猴年马月这钱也拿不回来。注意你的言辞啊，还没批准你加入呢，轮不着你就跟这指点。对，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，爱说实话，我想你不会介意的啊。我很介意。我也很介意，儿子，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把这些人弄进来？他常伯母，久仰，久仰，久仰，你养过什么？要不这样，我认您当干妈吧。哎，干妈，别来这一套！我告诉你，我冬梅最不是这一套。我再次明确表达啊，我不同意他加入。哎，行了，你消消气儿。我看还是这么着吧，咱们同不同意还是看大家的态度，举手表决。哎，我再补充一下啊，我能尽快的把他的债务讨回来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是专家级别的。专家级这种东西，哎，那同意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我终于找着组织了。要不我请大家吃个饭？大家没功夫。哎，妈，妈，哎呀，啊，儿子啊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？怎么把这种人，他看起来就不像好人呢？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嘛，这万百千啊。老在背后搞阴谋，我就想了，如果他老在背后搞这个事儿，那不如把他拉进来。如果他再搞什么事儿啊，在咱们债委会的困难下，他能搞出什么事儿来呀？这倒也是哦。你看，我们委员会这么多人，不怕对付不了他。还有啊，如果他真的有能耐，我们就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。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嘛。那个啊，哎，叔叔阿姨，今后喝什么茶记我账上，我把钱啊存到大爷这儿了。今后大家喝什么茶啊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全记我账上。万百千同志，这个是阳光里小区债务委员会章程啊，你要好好学习学习。我一定认真学习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你有没有微信啊？有啊，咱俩加一个。我有什么不懂的，今后随时向您请教。啊，行，我们那还有个群呢。那您得给我拉进来。来了，我扫您。哎，啊，您通过一下，通过一下。发红包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对，规矩，这规矩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你能说说为什么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吗？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去应聘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。我看到咱们的招聘信息，没有要求学历，也没有要求年龄，也没有要求有工作经验，我就挺激动的。咱们只需要这个努力、吃苦耐劳、有进取心，然后能拼命，我真的挺符合的。我不怕苦，只要能挣钱，所以我就试试看吧。好，我们公司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员工。首先恭喜你啊，成为我们博瑞森集团的一份子了。啊，也恭喜你走上了咱们财富的康庄大道。啊，好好干啊，在咱们公司干呀，年入100万绝对不是梦啊。好，警察，北头，别动，和尚。放下！你的身份证。警察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是来应聘的，然后他们就录取我了，我正办入职手续呢。你是这家公司的吗？我正办入职手续呢。我会问的，你放心。把所有人带回去。我严格，我还不是这家公司的。有什么事回群里说。我正在办入职手续，还没办呢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哎，甜蜜，你怎么还关机了呢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喂，程程，怎么了？晚上好啊。哎，那什么，问一下，那个甜蜜跟你在一块儿了吗？他没跟我在一块儿啊，我正陪领导应着呢。怎么了？他不会这么晚还没回家吧？
是还没回来呢，这个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关键是现在啊，这个手机还关机了。长生，甜蜜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早上出去时候呢还挺正常的，按道理说应该没事儿吧。哎，那什么，你现在那个视频方便吗？视频方便啊，干嘛？李妹儿啊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我现在啊要进这个甜蜜的房间了，我给你打视频呢是为了让你呢帮我做个见证啊。不用我给你作证，反正甜蜜现在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能让你偷的。哎，不，你看你这个话一说呢，充分了证明了我给你打这个视频的必要性，你看看。行，我开玩笑呢。您是正人君子啊，赶紧找线索吧。不是，关键是我现在没看着有什么值得发现的线索呀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要不以防万一，咱还是赶紧报警吧。哎，别，现在报警还为时过早。要么这样，咱们呀再等等，好不好？每次你都比我沉得住气。行，那这样我先挂了，我再尝试联系他。哎，那什么，你要是啊跟他联系上了，你也跟我说一声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保持联系啊。李梦，长生，甜蜜回家了吗？没有，还没回来。我一晚上都没联系上他。嗯，你这样吧，你该上班啊，你上班去。我呢，再试试找找他。如果找着他呢，我联系你，好吧？来，李梦，这怎么办呀？哎，快，别管了，过来，有重要消息要宣布，快！什么事啊，主任？怎么了？听常秘书长说话。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啊，这个甜蜜啊，失踪了。什么？失踪了？甜蜜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消失了？失踪了？什么意思？对，他失踪也对，就是他找不着了，失联了，这人。这社会治安挺好的，怎么能出事？不是，什么事都是不怕一万就怕有万一。我明白了。甜蜜跑了，跑了，怎么跑的？不，那咱们这钱跑不至于，要跑啊，早跑了。而且这段时间呢，工作也挺努力的，没有要跑的迹象啊。我想起一个人，一定是这个放高利贷的干的。哦，就那个百万千，不是，是万百千，万百千把甜蜜给藏起来了。是他，就快了解情况了。来慢点，这玩意儿万百千。万百千来了，在外边等着呢。走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了，给各位买果盘去了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我这是孝敬各位的。万百千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把甜蜜弄到哪儿去了？哎呦，干嘛？我不是你干嘛？不是，这，什么叫我把甜蜜弄哪儿去了？我都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。万先生，你听明白了啊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赶紧把甜蜜给交出来。我们可以算你回头是岸。哎，听这意思，甜蜜丢了啊？什么时候丢的？昨天下午。昨天下午。嗯，在这儿，还有在这儿，签一下你的名字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恭喜欢你。以后啊，出去应聘多长个心眼儿。像他们这样的公司，什么人都要，一张口就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年薪。你要是多长个心眼儿啊，肯定不会被他们忽悠。不过说回来也是巧了。这个案子是我们市局亲自抓的，已经盯了这个公司好几个月了。昨天刚决定收网，就让你给碰上了。幸亏啊，你是头一天去，
如果在那儿多工作几天的话，实际实施了诈骗行为，那你今天可就走不了了，明白了吧？行了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谢谢。你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叔叔阿姨大爷大妈，我说话算数吧？甜蜜我给找着了，服不服吧？换了身衣服啊？你也换了？那可不得换吗？多晦气啊！跟着你啊！我说你这人也挺有意思的啊！你说你吃个鸡翅。你能吃进医院去，找工作你能找进公安局去，你这都属于神作呀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住在我这儿呢，我就对你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呢，我真没法跟你爸妈交代，也没有办法跟这个债务委员会交代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两天的事儿你别跟债务委员会说啊。可以不跟债务委员会说，但是你干什么事之前做什么，你先跟我说一声行不行啊？凭什么呀？嘿，什么都跟你说，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。像你这种刚刚进入社会的人吧，哎，你说是这安全重要还是自由重要？那我也不能不要自由啊。那我是怎么跟你说？我是干之前跟你说，还是边做边跟你说，还是做完跟你说？哪个我都不答应。多新鲜，肯定是做之前跟我说。你面条吃完了跟我说，我哪里吐出来啊？是哪位？是吗？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啊，那什么时候去面试呢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梦梦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之前不是递了一份简历吗？我看见你们 4S 店招人，然后没想到他们通知我，通过第一轮的筛选了，然后下个星期通知我去面试，我太高兴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哎，那你来之前一定告诉我，我好帮你跟车总打个招呼啊。对了，梦梦，你看有空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，告诉我，这个面试要准备哪些啊？这几天你有时间，随时咱俩通电话，我把卖车的一些技巧，或者说面试会遇到的问题，我都提前告诉你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咱俩就是同事啦。5、6、7、8，好，休息。哎呦，累死了！现在不行啊，就是岁数大了，没办法。干嘛呀？干什么？就照这个买，菜单。哎呦，买个菜就买个菜呗，还有食谱，你瞎讲究什么呀？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，就得注意养生了。你现在不吃好菜，将来就得吃好药。哎，快看看看看！哎，万百千他又发红包了，咱快点抢，快点抢啊！哎，哎呀，3.1，瞧这老康，5.2，他每次都比我多，真是气死我了呀！我呀，又没抢到。老是慢半拍，就你这破手机这么旧，还能抢得着啊？还不快买一个！你能不能不挑事儿啊？菜都凉了，你吃不吃啊？等会儿，你不用管我，你自己吃吧。哎呀，你真可以啊！一个破手机可以弄2个小时，我看真是闲得慌。破手机，我跟你说啊，新款啊。嗯，你看，我知道，你别的本事没有，你花钱是很在行的，我还不了解你啊。新款，你买那玩意儿多少钱啊？说出来吓死你。哼，
看我手，看我手。对对对，多少？看不懂啊，6860啊。6860啊！啊！干什么啊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存折上拿吧。哪个存折？这边是的呀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了？你是非要把这个家败光了？来吧，怎么了？你赶快给我回来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要跟你妈离婚。快回来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，那等我来了说好不好？等着我啊，等我来了说啊。要么就是谁先说说这事儿，咱得解决呀，是吧？不是，这总得有人先说话吧？咱也别这么僵着，好不好？那都各抒己见一下啊！来，这个不是你换手机，换手机不是说手机不能换，你干嘛换这么贵的呢？国产那么多好手机，你干嘛不买呢？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家100多万都被你败光了，你还不够啊？100万，100万，你老是100万，100万是我故意的。不是，张子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买个好手机，你像急了要命似的，这抠门的日子我也不想过了。呀，这坐啊，不激动，不要激动啊。那个，来，我评论两句啊。那个那什么妈，我先问问你，这手机是您主动要买的吗？啊，那应该表扬啊。啊，是不是？爸，你听听啊，这买这手机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妈现在这个年轻啊，这个有一颗上进的心，这没跟年轻人的潮流是一样的吗？说明我妈这个劲头足啊，能赶上年轻人的潮流，是不是？这要是她买回了一个老年手机，你就高兴了。做人不能大手大脚，这就叫冲动型消费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那100万还在咱们家的户头上，啊，你要说你要买个手机，咬咬牙买。现在在这个坎儿上没钱呀。算了，儿子，啊，我把这手机退了吧。哎，别，说了，不冲动，坐下啊，要么这样啊，手机啊也不用退了，这个算我的，这钱我出好不好？这钱我出，行不行？啊，你出就不是大手大脚了，就不是冲动型消费了？是大手大脚，但不能算是冲动型消费啊。我妈这不是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吗？是吧？本来我也打算呢要给我妈换一个这个手机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那个咱就实报实销了，好不好？这钱我出啊！谢谢儿子啊！哎、我回头我把那钱啊打您账号上，行吧？啊，好，哎，很好，哎，我卡号你还记得吧？啊，在我手机上记着呢。亲父子明算账，哎。你别忘了，啊！哎，这干嘛去？棋牌室。啊，行，那要没什么事，我坐会儿，我也回去了啊。随你。啊。有没有摔坏啊？没有，没有。啊。我看看有没有摔坏。没事，没事，这手机皮着着呢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嗯。就把钱打给他吧啊！嗯，反正他一个字儿都不花，早晚还是你的。嗨，那个我爸呀，这抠，你知道他有这毛病就完了，你别老招他行不行？
你知不知道这手机怎么用啊？来来，我已经会用一点了，确实比我那个破手机好用多了。那行吧，那喜欢用啊就留着使吧啊，以后买什么东西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？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回去了啊。哎，等会儿。干嘛呀？妈有话跟你说。这个给你。什么呀这是？婚姻介绍所给我的资料，都是按照我的要求挑的，里面啊，名字呀、年龄啊、学历呀、工作呀、家庭背景啊，还有长相，个个都跟你般配。拿回去好好的看看，研究研究，哪个看得顺眼的，跟妈说。不是，妈，你给我弄这么一大堆这玩意儿，你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这样嘛！不许反对啊，好好拿回去看。你不急妈急呀，你不要以为拿个手机来买个帮我买个手机就算孝敬了。正孝敬我，就赶紧给我带个媳妇过来。成，那这么着，这个东西我带回去看，我挑好了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行了，走了。不要敷衍我啊！啊，不敷衍啊！三天里面回答我啊！三天啊！你先玩手机啊！坚强的箱子。